我嗰日發咗個夢，我喺個地球上面畫緊一幅畫。我意思係，我真係趴咗喺一個圓形嘅地球上面畫緊一幅畫。我好專心咁畫，但係我睇唔清楚自己畫緊啲咩。好想看清楚的时候，我的身体突然之间缩到很小，我跌了下去一个地球上面很小的地方。嗰日我发咗个梦，然后我喺梦入面问：究竟发梦有啲咩意义？究竟有啲咩意义？